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曲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今天呢，一样是为大家带来我们的尾之花。那其实上一集我们男主角变成自己一个人，然后我们要想尽办法跟他们做汇合。不过上一集阿曲稍微起了一点点迷，然后那个道路那个议题是没有办法倒进去，他们会产生奇怪的毒素，然后我就死掉哦，没有错。那接下来就是要往那个地板走，不过这里都是血迹，是不是？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，钢琴依旧是没有办法调查的。啊哈，做这么细致，连就是窗外的那种感觉都做出来，灰蒙蒙的，这里又是哪里啊？没有东西。自从被那个蝙蝠吓到之后，我现在打开那个邮箱都有点怪怪的 feel。这是哪里狗嘞？莫名其妙都死掉哦。这房间是不能进来的吗？等一下啊，不能走绿色的地方，是不是？不能走绿色的地方。那裂缝不行。那这边这房间是不能走，不过我觉得那个裂缝踩下去就感觉会有点什么。红色的房间触碰它，玻璃球相当的烫，无法徒手触碰，都是用手套之类的东西就好了。手套，哪来的手套啊？而且我的血只剩一滴哦。人，我怎么想到了艾琳啊？天啊，这长长托盘的，在我体内居住的是一只食人的怪物。果然是梨园，而且大家都烂掉。这跟那个什么太多，其实越来越多作品朝着这种方向前进。不过阿许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死囚乐园吧？对，我做了什么？哦，这 BGM 真带感啊！眼前是倒在血泊中肢体分离的好友们啊，双手和口腔内还缠揪着血路的触感和腥味，这是第一次发病。爸爸和妈妈很久没有回来了，我连同这个家一起被抛弃了，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我只是个来路不明的怪物罢了。从那件事的隔天开始，我便再也没有去过学校。事情是如何落幕的，我也完全不清楚。偶尔会梦见自己深陷在粘稠的血池里，浓烈的腥味扑鼻而来，于是醒了，味道仍像残存在体内般久久消散不去。正确的来说，那股腥味是确实的存在的，就在我的体内，我的嘴里。每隔几天会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过来替我抽血和做身体的检查。此外，他们还给我能暂时控制病情的药，即使没有任何味道，但亮绿的色泽还是令人感到了不安。总觉得那些医生有点不对劲。为什么梨园的那个肩膀像是肿起来的，有没有？那个
肩上的肩垫非常非常的隆高，有没有？梨园，你好了吗？这么快点就要迟到啊！我马上就好。现在唯一能信任的，就只剩下小信哦。就算知道了怪物的事，也没有因此而疏远我。明明不是血亲，也不是恋人，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而已。像我这样的怪物，就算死了也无所谓。但是，我并不想连累到小信。这基本上有可能会发展到恋人般的感情啊，从小的玩伴、青梅竹马，这种非常非常有可能就此随着年纪到升华，对不对？然后女主角这边的血量又跟男主角因为分离了，所以这边有他们的血量哦。哇，醒了，怎么回事？没事吧，没事吧？突然就昏倒，我真是吓死了！我昏倒了。对了，刚才的地震，地震啊，真的好吓人呢！那种震度连地面都裂开了啊，像是电影场景一样。现实也因为这个缘故被迫和我们分开行动哦。什么？小心他？好痛啊！抱歉，那个，你的脚是受伤了吗？刚才好像扭伤了。只是走路会有点痛，哎，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哈。这都肿起来了，怎么看都不像没有问题的样子啊。包扎时间是不是？小心，在这栋建筑的另一侧，对吧？不过他到现在都还没有跟我们会合。恐怕是碰到了什么阻碍了吧？阻碍吗？当然也有可能只是迷路而已啦。我过去找他好了。可是现在还能行动的人就只有我了，比起待在这里干等，还是试着去做些什么比较好，不是吗？话是这么说没错啦。别担心，和小新会合后，我们会马上回到这里的。说刚才的地震真的是超大哦，而且上面有说我的脚踝好痛哦，搞不好外面已经被震了一团糟哦。不会吧？现在是要干嘛？这里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，然后一些管线呢，是为什么阿曲找有可能？到另外的场景就有可能开始那个，现在是那个对不对？好像一点哦。是因为女主角她的脚受伤，其实看起来画面有点延迟，对不对？好，外加刚才就是阿曲那个，这些怪物女主角更不怕这些怪物们呢。等一下哦，先存个档，然后打开邮箱，没有东西，很好。老旧生锈的铁栅栏。看起来脆弱，但没有一定的力道，还是无法撞开它。他们
真的是不会攻击我哎，因为我也是算是怪物他们的同伴，是不是？真奇怪，为什么那些怪物看到我都毫无反应呢？难道是肚子不饿，所以对我没有兴趣吗？算了，不理我也好，要是一整群追过来的话，反而让人伤脑筋。什么东西从前面的裂缝里伸起来了？铁桶？有点诡异。连接到黑洞深处的铁管，洞口旁写着"铜药口"三个字。发现一张类似处方签的纸片，得到处方签。有红色的丸丸，绿色的丸丸。右方的门附近传来的声响，得到处方签，试试。仔细一看，处方签上写着近视没有看过的药品名称，Acelista 营养剂274型 Ketolidoca Deponin 感冒糖浆 AS6 型。这边是医院，试试体重计，赞。应该什么？很重吗？看样子这东西是坏了。你们不要这样好吗？不要看到我体重机过重就说体重机坏掉好吗？女孩们勇敢的接受这是现实 ，OK？ 像阿菊大吃大喝，就没有要去看体重机的意思啊？干嘛？干嘛还骗自己呢？布告栏上贴着一张老旧的照片。啊？什么寄生虫吗？好恶心的照片。放着空药桶，在橱柜里发现了许多药罐子，其中是我有处方签上写的那某个药品。因为太麻烦，所以全部带走吧。不是亮亮的东西都没有用吗？这东西是不用拿的，是不是？好吧。其他地方还可以去吗？还是看来要一一的投入，对不对？好吧。阿曲弯错。我的存档点又存满满的，坏习惯。还不能投进去，是不是？那都锁住啊。这边还有一间，这是锁上的数字锁的医药箱。不理会，试着解开数字锁，打不开。瓶内装的透明液体没有必要特地打开检查。轮椅，无用的杂物，没有用的东西。里面可以进去吗？都锁住哎。起来啊！我知道了。如果转为绿色的，基本上就是代表已经开锁的房间，对不对？点滴。红色的代表还是锁住的房间门。不过现在我又做什么呢？回去吗？不会攻击我，而且会害怕我。发生什么事啊？
其实连续福特见女主角一就走得很慢。不过也不能怪他啊，他的脚毕竟在之前就已经说受伤了，也不能这样逼迫他。不过玩走太慢的游戏，阿曲就会有点稍稍的焦虑。如果能快一点的话，这游戏可以更加的加分。不过人家以写实度来讲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，是阿曲太苛刻，只是自己单纯的自己是急性子的人。还有东西耶，除了照片外，还有像是从笔记本撕下来的纸，看照片，看纸上的内容。Mulu 幼虫，Mulu 幼虫，体内寄生生物长约不到1公分，寄生于人体的胃部、触手，可膨胀至本体100倍出径时长度。这就是你体内的那个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幼虫寄生，这上面写的该不会是？就是你啊。解锁了哦，所以我们一间没有探索完毕的话，基本上另外一间是不会开启的。なるほど，真是贴心的设计啊！这是在桌上发现了一些笔记纸，寄生技术 A、技术 B、进食虫定居，所以我们现在是技术 B 的阶段，是不是？3695，在橱柜里发现了许多装有药剂的试管，其中似乎有处方签上写的某个药品，又拿走吧。哦，有狗欸，不对，那是狼。透过玻璃发现对面的房间里似乎有只看似凶恶的狼，正在四处的走动着，而且他还的确的一直在显示着生气的符号，代表他真的非常非常的不悦。然后继续解锁，我觉得阿曲真的是有点记忆开始衰退。3695，先去试看看解锁好了。3695是吧？打开了，在箱子里发现一个纸口罩，得到纸口罩。目前解锁的部分还不错，然而先中个档好了。那是啊，一开始出现的那个爸爸，对不对？他逃掉，可是也是对死了。耶，这里，不行！看来是闻到血的味道之后，就可能会触发里面的寄生虫开始活跃。血腥味太浓厚，根本无法靠近。什么防护措施都不做的话，是无法长时间待在这间房间里的。我有口罩啊，戴上。这房间的 BGM 真讨厌啊！在桌上发现一些药粉，其中似乎有处方签上写的某个东西，
药粉一，似乎粘着什么，这是什么啊？胃寄生虫，发现一块胃部形状的拼图碎片，拼图碎片。哦，咦，你这 BGM 不要变得突然这么恐怖好吗？我想说，我摸到尸体怎么会变这样？尸体？为什么？不行，再这样低沉吃那些肉块的话，我想要吃试试。啊，出来喽！啊，看来这房间也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从左方传来的声响，走吧，最后一个房间。哦，我忘记了。想说没关系，不用存档，结果我错了。身上到处都是咬伤，房间里大量的血水，不可能全部都来自于这具尸体上。不管怎样，还是少靠近这具尸体为妙。哦，至少回来再调查一遍，有好处啊。虽然阿奇傻傻的。要先去存个档吧。哦，这边可以进去了哎。哦，翻开抽屉里面什么也没有。这边是，全部都按钮对。哦吼，等一下哦。哦，旁边这个是怎样啊？全部的按钮按对，然后不能有任何消失的方块，是不是？拉杆旁贴着纸条，重新开始，请拉下拉杆。打开了，阿许这种游戏基本上都不是靠脑袋思考，都是看能不能随便乱猜就能过关哦。哦，这里是电脑，发现一台类似电脑的机器，电源似乎是开着的。哦，这边的房间是开启了瓦斯日志哦。利用这台电脑似乎可以操纵屏幕上的灰狼，那灰狼又是机器人，是不是？哦吼，啊，我知道了，他是要去做一件伟大的任务，就是把这个门给撞开。果然如此，哈哈。哦，你是什么啊？啊，问号。哦，你竟敢对本大爷我啊，同归于尽。画面一瞬间变得全黑。哦吼，这边是没有办法过去的。我这样是正确的吗？还是我从头到尾都把方法用错？因为那个屏幕没有办法。哎，嗯，你要是要
拿走哦。哦，这边是那个拼图，是不是？墙上挂着一幅人体内部构造的拼图，少尉，放上拼图吗？挂图移开了，墙壁上贴着一张识别证。哦，得到的是识别证。没有能用的东西，然后存档吧。又按错，哎，进去看看吧。哎，别挡路，嘿，走开啦。果然同归于尽了。哦，将头稍微向探向壁炉里，发现内部的空间似乎比想象中的还要大。进去里面，拉杆。哦，竟然是这！咦，这里不是上层吗？这个壁炉难道其实是电梯？又是药哦，我们把所有的药都拿起了。这样就可以去头这边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先等一下，存完档。再来尝试投药吧。嗯，还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实况先到这好了，因为其实，好啦，把药投完好。等一下哦，把储备先稍微看一下。274 Catholic Department AS6 首先是他。274哦 ，Catholic， 好像哦，还想说投错了，是 DP， 感冒糖浆 AS6， 哈哈，阿曲这种瞬间记忆其实是可行的哦。所以阿曲去考什么丙级啊，都是的，丙试都是在早上一大早起来看一遍两篇就可以拿个高分之类的，然后考完就忘光光了，降下去了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今日事今日毕。好啦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里喽。呀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可以订阅我，或者是点个喜欢。那我们就一样，下一集再见喽 ，See you， 拜拜。